谢谢各位舞者，谢谢。既然有梦想，没错，这里是非常6+1，我是高博，欢迎各位前来捧场，谢谢。 全新改版的《非常6+1》，每一场呢会有2位指导嘉宾，各自带领2位选手组成红队和蓝队。当然了，指导嘉宾会全程对我们的选手进行指导，来进入比赛。哇，第一关就是非常残酷的淘汰赛，各自只能晋级1名选手到决赛。那决赛的胜利者呢，就是本场的非常明星了。来，我们最热烈的掌声，首先请出本场红队的指导嘉宾汪铮铮。 高博，你好，戴铮好，好，嗯，每次你一来呀，我的压力就特大，不能，一米九几，91，1.91米的个往这一码，我每次都得这样看着。我们接下来热烈掌声，请上蓝队的指导嘉宾于文华。 你好，又见面了。好。哎，你好，你好。他俩表面看起来和气，嗯，其实呢，经常容易杠在一块儿，尤其今天又是竞争对手的关系。我发现你俩老是杠在一块儿，对不对？我们俩经常抬杠。没错没错。现在也经常抬杠。今天你的2个选手，你觉得有没有底气？有没有冠军相啊？我觉得还是应该有冠军相的吧。对呀，虽然说他人高马大，但是我们并不想输给他。哎，没错。而且也坚信不能输给他。好的，要的就是这个气质。谢谢，谢谢2位，请台下落座，掌声鼓励。是。本场非常6+1正式开始，首先上场的是红队第1位选手吴晓彤，掌声鼓励。 月光放肆在蓝色的窗边，转眼魔幻所有视觉。再一杯那古老神秘恒河水，我想在耳朵的冒烟，解开了情缘，为爱修建数千年的孤剑，重塑着遗忘的爱恋。凭所有喜悲系在我的腰间。 让那些画面再出现，再回到从前。旋转跳跃，我飞着眼，春晓看不见，你沉醉了没？白雪夏夜，我不停歇，模糊了年岁，无量的喜悲没人看见。 小彤你好，高博好，你好你好，谢谢。第一个出场是有难度的，来，我们先听听于文华老师第一印象，您的点评，请给出。介绍一下你自己的名字吗？大家好，我叫小彤，来自孔孟之乡礼仪之邦的山东济宁，今年23岁，我是一个特别喜欢帅哥的女孩。哎。啊，小彤，真的，我这第一印象觉得她很率真的一个女孩，而且呢，就是她的舞姿也很。 身体的协调性很好，而且唱的也不错。谢谢老师。刚才说喜欢帅哥，你看你盯着汪铮铮看，那是个典型的帅哥，估计能够。我不敢，我不敢。当然了，有高博老师面前不敢。当然，你看完他看够了之后有闲工夫，你看看我也行，疗伤。都挺帅的。但是我说的这个帅跟你说的帅不是一回事儿。那你说的帅哥是什么？我说的帅哥就是说唱起来比较帅的歌曲，我比较喜欢那种类型的歌曲。 哦，跟帅哥没关系啊！啊，对，也简称帅哥。汪铮，你别乐了，跟帅哥没关系。对，没关系，没关系。帅，比较帅气的歌。对。哎呀，歌比较帅的，你这样，你给我们打个样子，什么歌怎么帅？我比较喜欢的一个女歌手李玟，我觉得她唱歌挺帅的，而且她是那种性感的帅。性感的帅，你来一来好不好？好好。来吧，性感的帅，我们听听。我的情人。 我的心，我的梦，我的灵魂，给一个人。我的情人，我爱你，我相信我是你的梦中情人。有点这个味道啊。对，李玟标志性的就电臀嘛。这个很帅，对，很帅，而且呢也是有性感的那个感觉，对吧？刚才是性感的帅，再来一种帅。还有一个就是张惠妹啊，她是什么帅呢？她就是有点摇滚范儿，狂野的帅，狂野的帅，声音非常的完美。来吧，掌声二度鼓励。Oh baby， 爱什么稀罕，不要再等待。你若是要拜，只好说声拜拜。爱什么稀罕，我选择孤单。你若不敢爱，决定不算太晚，就是要从现在。 把你告诉我们啊！这第二种帅是吧？嗯，对。然后事成三才是美事，再来一种帅。那我说个国外的吧。国外的好。碧昂斯。哦，碧昂斯。她非常的运动。哎。然后现在就一般就是说，像她做的动作幅度这么大的，还能再唱的，那么好的就几乎就是没有。得有个好身体。对，她身体素质特别好。是。她有个动作就特别标志性的就是蹲起。嗯。我能蹲起10次，站起来唱歌一点都不喘。要不你试试？咱俩一块做，然后都做10个，然后你试试。来。 来的都是看热闹的，你看。咱俩一块儿，咱俩一块儿。啊。上头，我这真挺累的。他连贯做好几个，起来就要唱歌，这个真的需要训练的。我们这次全部的视线集中在他的身上，加油，好不好？好。Look inside so deep in your eyes. I touch it and more every time. Will you wonder if you let go? And they call you me the sunny girl. Only time I even try to explain. I promise I'll never walk away. Yeah, it's no and say. It's time to no and say. 我可以吗？相当可以啊！这相当于一边做广播体操一边唱歌呢。 我都看得憋得很，我讲，我替你倒两口气儿了。好了，这么厉害，还需要培训吗？王正正老师用了什么样的良苦用心提高他的才艺呢？来吧，导播切。小童是吧？对对对。啊，你好，你好，你好，展示展示吧。当爱情让我 feel so boring， 我开始爱上大暴力。个儿红。啊。 就是你的面部表情要适合你这个音乐，对，整个它这个音乐线条一定要有一个就是起伏那种感觉，特别自我的那种理解到了，嗯，真正的那种情感迸发出来的那种愿望。当爱情让我 feel so boring， 我开始爱上大梦里。我觉得他的声音的辨识度呢，非常非常的强。 我想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听了以后呢，也会有同样的感受。不足的地方呢，就是他在这个舞蹈动作上呢，他的这个一举手、一投足呢，我觉得可能还不够。那么在这儿呢，很希望他在这个舞蹈动作上呢，能够再加强一些。那王正正其实刚才提到了一个最要命的，作为一个歌者，最要命的就是怎么样形式，怎么样是走内心的。对，马上就要登台了，要不要再嘱咐2句？ 我觉得呢，你在这个就是在演唱的时候再老辣一点，会更好一些，你知道吗？再自我一些，你就会很强。加油，老辣一点，自我一点。对，这不是说你自己个儿吗？来打个样，来大家掌声鼓励。走过几条热闹的街，错过几次回家的路。 伤心的我，总为你停下脚步，不停地找，不停地问，是我太傻，是我太真，我爱的人。老师身体力行的，也希望最后给你来打打气，加油，好吧？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来吧，我们掌声一起欣赏小童带来的这首《Fighter》。After all you do, you think I'm fighting. But in the end, I want to thank you, and she made me that much trouble. When I saw I knew you, thinking that you were true, 'cause I could just know what it known and known and how to say, down by my side, always down for the right, but you're right, just came down and seen and created it how to say, I saw you the ceiling and chilling and prominent.即将登场的是红队的第二位选手，掌声欢迎刘宇光。不经历风雨，怎能有传奇？我就要和你在一起。我是真没想到我们本场有这么妖娆的一个选手，来再次掌声祝贺，掌声祝贺。跟大家打一个招呼，萨瓦迪卡，萨瓦迪卡。哎，看我这件衣服，你能看出来我从哪里来？ 你从天上来？哎，不对了，我从泰国来。泰国来，我希望把泰国那种热浪、那种热情带给现场的每一位观众朋友，大家说好不好？哦，爱死你们了，爱死你们了，谢谢。真好，真好。嗯。真是奇葩，对不对？啊，真好。我感觉我奇吗？你太奇了。哪里奇？你哪儿都奇。你说你哪儿不奇？为什么一开场让大家用掌声祝贺你呢？因为他用自己非常简单的方式，真的让我们全场都感觉到了意义的一种非常简单快乐的氛围，真好，真好。谢谢谢谢。不客气，多大点事儿。哎，我跟你讲，我能来到这个舞台，我真的好激动哦。因为我其实10年前有来过面试。哦。哦，当时我也是表情很夸张的。 就跳了一段拉丁舞，结果面试我的老师，你猜是谁？谁？顾磊。哼，你知道那个人表情很严格的，他就看完我表情很夸张，跳完之后他说：“你为什么这么跳还这么胖呢？”我就好尴尬，我觉得。好尴尬。对，所以就默默离开了。10年前就来过。是，嗯。你这串我还来不了。你知道你10年前为什么没成功吗？为什么我就没成功呢？因为不是我主持。哦。 哦，原来是这样！哇哇，大家都平静一下，稍微冷静一下，平静一会儿啊。第一印象点评，来，于文华。哎呀，非常好！你这种热情真的带动了所有的观众，同时也打动了我，因为我觉得，舞姿呢，它也是发自内心的一种情感的表现，它能通过你的肢体语言告诉大家你是欢乐的，你非常的阳光，非常的快乐，同时你也很善良。谢谢，很好。只是有一点。 你不该让周博老师跟你去学，你知道他那一刻让我想到了什么吗？什么？戏曲里的媒婆。是不是那个关系？啊，不再夸一个打击一个了啊。没有了，其实我现在遇到这样的困扰啊，就是说我虽然说也教拉丁舞嘛，我班上学习的人很多，是，但是男学生特别少。你看看，他们不好意思进来，他是不是怕你啊？他不是怕我，其实他们也想学，他们就是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而且他们不理解说男生可能扭来扭去的合适吗？合适吗？其实这样的想法早就已经 out 了，out 了，记住啊 ，out 了。对，没错，因为随着 时代的进步是，嗯，很多人可能有了财富，哎，他们更追求的是性感，哎，内在、内涵，哎、是，但如何从内在来表现出他们的性感，从内在来表现出他们的气质呢？找他就对了，哎，没错，哎、就可以来学习。各个艺术门类呢都有各个艺术门类的语言，可以表达七情六欲的。你这样现身说法，用你的舞蹈表达几种情绪。不光拉丁舞永远是给人带来欢乐和快乐，其实它有非常温柔的迷。啊，来个温柔的，比如说伦巴，伦巴温柔的啊。 非常温柔的、大气的展示自己的身体，深情的对望着自己的舞棒。这个，我彻底沉沦了。收，哎，收，嗯，高歌。老师有点评，我这，哎呦我太老了，哎呀。 就他这一段哈，我估计电视机前所有人看了以后都得毛愣了。怎么就毛愣了？你看那手势，整个那个。哎呦我！哎，王老师，男生这样做难道就不好吗？好是好，就刚才他那一个动作给我吓得哈！你还好意思说这话？这是谁学生？这是你指导的吗？你干嘛让他这么夸张呢？就那天呢。但是我觉得他这个展现很好。是他属于。他气血都打通了。我认同这个舞台上他想怎么释放就怎么释放，他憋了10年的劲，要在这让我释放出来。你再说我这个，再说我这。 受不了了！好，没事，交给我了，交给我了。刚才太吓人了。刚才我们是温柔的，刚才我们温柔一刀嘛，对不对？那下面再来个其他类型的。哎，恰比较欢乐的，更多的是骨盆的动作，然后动作比较小巧玲珑，恰的音乐。哇哈！收，可以了，谢谢。真的，这个高博，他浑身冒汗。你一定要知道，在这个舞台上最帮你的人就是我。感受到了。不管你怎么呈现，我一定站在你对面。但是我今天最想教会的人也是你。哎，我就希望你也能跟我一起学易拉里。我的学生有一个是高博，哇塞！ 你平时都是这么以怨报德的吗？没有，我就特别希望能收你当我学生。没有，我就跟你讲啊，舞台上呢，我特别理解你，而且特别赞成你用你的方式来点亮自己，进而照亮大家。刚才讲到了他最大的心愿是在舞台上能够把他理解的这个舞蹈的魅力传递给大家。这样，我现场给你找两个徒弟，你现场来感染他们，好不好？好，你也要跟我一起学哦。你怎么就攀上我了呢？哪两位？ 阴魂不散了就来，我们找两位，少两位，这样啊，我们给他增加点难度。我们找一位呢，温文尔雅的男士，再找一位呢比较刚猛的男士，好不好？那比较温文尔雅的，就你吧，眼镜弟弟来，来 ，come on， 掌声鼓励一下，来，欢迎。我再给你找个猛一点的，这大哥，来，掌声鼓励一下。 帮助一下选手，谢谢。好事儿，这是。来这边请，来正式开始，掌声鼓励一下，上课。谢谢。没错，欢迎您来到刘禹光的拉丁舞教学了。那我就是传说中的拉丁小王子刘禹光。接下来难度交给我了，要教这两位。那么大家还是对拉丁舞有一点误区，以为说拉丁舞只是说女性啊比较，其实男人跟女人在做动作的时候是截然不同的。给我们刚才那首伦巴的舞曲，我先来教这个猛一点的。来，伦巴，伦巴。我量身为你定制一个动作，非常的简单，并不是很难。手臂放于身体两侧，重心放在右脚上，很好。 你做的很好，身体整个放松，很好，没关系。放松，左脚向前，右手向上，打开，右手向前，左脚向上，哎，右脚，对，很好。然后这个手放在这个位置，对。然后女士更多的是手指尖，但男士更多的是手掌，阳刚的一面，把手整个向上弯曲，哎，非常好。 然后重心回来，重心放到你的后脚上面，然后两脚同时打开，重心放在你的右脚，很好，节奏开始了，走，点，回，开，落，前，对，开，落，前，回，开，落，前，回。 嗨，谢谢，很不错，很不错。可是大家刚才都看到了，短短的十几秒的时间，你就被培训成了一个无敌太极场的传人，上了太极掌，已经尽力了，非常感谢你，感谢你对节目的支持和对选手的支持，谢谢你，来掌声给我感谢一下，谢谢。下一位，现在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你身上，知道吗？ 因为上一个太像无敌掌了，你这回一定别往功夫那个方向走，往舞蹈的方向走，好不好？好，加油！我看好你哟。嗯，好。可能像你比较斯文的人，平时可能欢乐的时间就是没办法释放自己的内心。哎，是。像我这样可以天性解放。是。运用这样一个舞步，让你天性解放来释放自己。给我一首恰恰恰的音乐。 我们首先把重心放到左脚上，哎，右腿弯曲，手臂放于身体旁侧。我们尝试做骨盆的动作，5、6、7，走，右，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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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2、3，2、2、2、3，3、2，慢点，3、2、3，4、2。 带一点骨盆，1、2、1、2、3，2、2、2、3，3、2、3、2、3，4、2，非常好，谢谢。哎呀，真好。哎，自己感觉怎么样？这脚。哦。哎，那大家掌声说啊，是不是还有进步的？ 你今年多大？还没到18。还没到18啊！还有希望。我祝贺你，在将近18的时候，终于学会了骑自行车。太想骑自行车了。其实我们长时间的活动这个部位，是有好处的。对，会减你的腹部。哎，所以希望电视机前的也可以和我一起来做。哎，一起大家一块来骑车。大家可以边看电视边做这个动作哦。好啊，很适合的。哎，谢谢我们的观众，谢谢，辛苦了辛苦了。我们特别感谢李光，把他的快乐带到了舞台上。也许你看到哦，是不是这样有点过了？但是只要他享受，难道我们又不是享受者吗？他的简单快乐，我是感觉到了。李光呢，在我们的6+1呢，也经历了一个培训的过程。我们可以想象到这个培训过程，汪正正都经历了什么。来吧，导播切一块来看。老师，你来了。老师你好，我是刘宇光。我除了会吃之外，我还是一名拉丁舞老师。我拉丁舞跳得特别好。这还是拉丁舞老师呢？没有，我没办法，我除了我就是。你先多站站。嗯啊。我就是比较爱吃嘛。慢慢说，慢慢说。我就是比较好吃，但是我这拉丁舞跳了没问题。我这这动作，这虽然我腰出了一点，但是。哎，我扭得起来，老师有没有看到？参加节目，如果要是说在舞台上要给人家跳舞展示的话，是不是从身材上，你最起码你得像我这种身材，是不是？是，你这身材不能像我这样。你这样吧，嗯，我给你准备了一个这个特别有效的这个一样东西。哦，我给你准备一个。看见没？啊！这明白什么意思没？这我就这些东西啊，这些东西呢，我呢先收起来了。那完了，这个东西呢，这个就是你每天的这萝卜不光是吃，嗯，它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这个任务哦。你看这萝卜，你说拿起来啊，嗯，完了你看这马步，哎，马步一蹲上，嗯，是吧？完了。练这个，哎，你看吧，哎，这可以哎，就天天练，哎，把腰挺起来，哎，就练这个，完了再练，你看，明白没？这样为什么让你就各方面就对自己有一个严格要求？是，争取咱们组得胜啊！对，这个是最重要的。我跟你咱说实话，因为你已经站到这个平台上了，没错。这个时候输了，你说你自己你后悔了？就因为我这个肚子，因为我这个身材，是不是？对呀，咱其他的才艺各方面都非常好，你整出个肚子出来，可不咋的，就不那么回事儿。老师，我练。小轩轩，来，跟爷爷做点运动。左三圈扭，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脚呀，请做深呼吸，学爷爷唱唱跳跳，你才不会老。小秘密，做人客气，快乐容易。爷爷说的容易，早上起床喊出。不要乱吃零食，多喝开水咕噜。我比谁多棒！你看他们厉害了吧？他连录个小片都能把大家逗乐了。不过平心而论，汪正正，我觉得你俩挺谈得来的，能碰到一块儿去啊。提到的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话题。嗯。那尽管大家都在笑声中，那演员要想在舞台上给大家带来非常完美的舞台表现，这个身形也是一定要注意的部分。这个问题困扰你多久了？一直唱。就是从海选嘛，第一次10年前就一直到现在。哎呀，10年没进步啊。对，没进步还这样。10年我都有进步，你都没进步。好了。我们来收回情绪。那马上呢，我们的刘宇光就在舞台上要完成他的这个呈现了啊。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你最后的机会。是的。如果在呈现完了之后被淘汰的话，那么这是最后一个节目了，所以把握住它。准备好了吗？嗯，我会全力以赴的。准备的是什么节目？准备的是不能说。好。那我也帮帮你。好了，来，我们大家掌声来。一起来看这个不能说的节目，掌声鼓励一下。谢谢。我的热情。把火，燃烧了整个沙漠。他一样见了我，也会弱着我，他也会怕我这把爱。你给我小雨点，你润过我，我给你小微风，吹开的花朵。爱情的小花朵，属于你和我，我们俩的爱情就像热情的沙漠。 Gangnam Styl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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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y, sexy lady. Gangnam Style. Hey, sexy lady. Gangnam Style。曙光留步，来，同学们掌声请上第一号的选手小童。啊，好不好看？越好看越难办。那现在到了规则的节点。 之前开场的时候讲到过，第一环节过后呢，就面临的是晋级，两位选手只能有一位继续在6+1舞台上表演给大家。去谁，留谁？难题呢，由指导老师汪正正来解决。汪正正，好难。嗯，我先说一下，我觉得小光呢，在舞台上呢，确确实实是活力四射。 那么在很多方面来讲的话呢，可能大家呢对他的这个亲和力，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做一个演员这是最重要的一点。还有很好，对你全都做到了。是。再说到小童呢，我觉得他今天的表现呢，虽然他第一个出场的时候稍微紧张了一些，但是他骨子里头带有这种在底下长时间的积累和训练。 另外，他的这个身高，再加上他的这个整体的这个状态，我觉得今后呢可能会成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职业歌手。好的，来，全场的视线都集中在汪正正的两只手上，决定由谁，请点亮他的那盏灯。掌声祝贺吴晓彤！谢谢老师，谢谢老师，祝贺你！谢谢高威哥哥。往下准备。 自始至终，我是一直请你的，你能感受到吗？我很感谢您，而且跟您合作我很愉快。不是为了卖这个乖，因为我感觉到现场也有好多观众也是一直力挺你。谢谢，谢谢大家，谢谢，谢谢。我自己来设想，你来这次6+1的舞台上，这也是你希望得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你的快乐终于打动了在场的人。当然，没错，我就是来给所有人带来快乐的，因为生活中会有很多痛苦跟烦恼，生活中你会不经意的遇到各种各样的坎坷。 那为什么不多快乐一下，多笑一下，多逗大家开心一下？我愿意做这个小丑，我愿意。嗯，谢谢。而且他这个意愿，经他刚才的描述，至少维系了10年，甚至是10年以上。我还会继续坚持下去的。我们一定认为你是这样的人。没错。加油，加油！谢谢，谢谢。不过不管怎么样，到了这个节点，有一件事情呢，是我今天特别不愿意做的，但是我必须来做，就是你手上的红丝带，你自己来吧。哦，这个，这是他这次非常6+1之行的见证，但是由于没有继续的走下去，所以呢，是，请你把这条丝带归还给你的指导老师王正正。我希望同样是用你的方式，用你的快乐的方式。是的。你理解的快乐。我要快乐，我要给所有人带来快乐。来。 这样，小郭啊，我作为长你几岁的大哥呢，我说上几句。实际你今天的表现非常非常成功，而且你的人生也非常非常的这个阳光。你如果是说再登上咱们非常6+1的舞台，我相信你会有机会的。谢谢老师。但是呢，前提呢就是你把你其他的这些项目呢，要更完善一些。是。你会取得更好的成绩。谢谢老师。 感谢你今天的表演，我很快乐。您是我的导师，谢谢，感谢您，感谢您，感谢您，谢谢，谢谢。刚才他自己表述的时候也用到了一个“小丑”的词。这个“小丑”这个词不是，有很多人愿意把它用在自己身上的。 而小丑最让人感动的就是当曲终人散，一个人在后台留下的那一滴只有自己知道的苦涩的眼泪。所以他刚才就在离场、离开镜头的最后那一刻，还保持着自己内心的那份尊严、自尊，他的感动。我觉得今天应该是在此刻大家才真正的体味到。不知道各位收到没有？高博收到了，再次掌声感谢他带给我们的快乐。 这就是我们需要跟我们的嘉宾、跟我们的选手共同体味的6+1舞台上的人生百味。好了，各位收拾情绪。刚才我们看到的是红队两组的呈现，即将上场的是蓝队的两组选手，一位来，首先掌声欢迎曾小龙，鼓励一下。 琐碎就花舞的腾春，草色已散尽，本宫死林。愿得成如此，年年无后心，无后心。 小碎酒，花舞大堂春，草色迷三军，风光动四邻。愿得成如此，年年无后心。草色迷三军。 有惯徒弟的，没有你这么惯徒弟的。乔乔，他的才艺很棒，他的茶艺很棒，他的字也很棒。其实小龙呢，他是曾经是一名服务员，他是自学的这种才艺，而且他的舞姿全部都是自创的。这是我特别喜欢的调调，因为刚才舞台上整个。呈现出的立体的感觉，是文化的味道特别浓，大家似乎能闻到缕缕的茶香。是这样的，今天我也的确是啊，为了配合小龙的这个茶艺，我穿了这一套水墨的这种。哦，这样就呼应起来了。对，是这样的，所以我想就说，你说灌徒弟没这样灌徒弟的，我觉得是为了这么一个整个他的一个表现过程，展示给大家一种协调的美。来，再次掌声，良苦用心呐！你知道我现在觉得我最希望听到汪正正的点评，为什么呢？这节目是师徒二人一块儿在舞台上呈现的，我个人觉得好的不得了。来，汪正正第一印象点评，我看你怎么说。于老师的这个加盟进来以后呢，他这个才艺的展示呢，他不单纯是一个展示了。我觉得有升华，茶艺啊能够演变成艺术，看上去真的是非常漂亮。其实大家还不知道啊，今年呢，我们小龙还随着习主席到俄罗斯去访问，来表演了这个茶艺。哦，对，是的。这样，当时的实况呢，我们也记录了下来。来，导播切，大家一块儿来看一看。知道平时人家演出的时候谁坐在台下看了吗？所以今天各位都来着了。这个茶艺我有10多年了。10多年了。哎，当师从，当初的时候是当服务员。当服务员。然后有一天在大街上看到一张报纸，那个茶楼到服务员。啊。年薪10万，我就把服务员工作辞掉了，就回家买了把茶壶自己练习。哦。所以呢，当初的练的时候，我们这个茶壶啊，在以前这个茶壶这个壶口是敞开的。啊。然后水倒进去，倒进去之后呢，然后就这样一转。它这个水就会这样啊，满天飞，就这样不停地转。然后就想了很多办法，然后现在发明了这个格，这里边有水，装个水。哦，听到。能听到。但是这个水装进去就倒不出来。现在啊，现在这个我，不好意思，他拿着武器呢，我得绕着。这个现在已经在全国改良了，连这个茶壶也会改良。现在外面表演的所有的茶壶都是经过我改良过的。你心中最宏伟的目标是什么？我现在最宏伟的目标，我是想把这个常州壶茶艺更发扬光大，希望成为一个1:1的茶艺大师，可以这么讲吗？就是最好的茶艺师就是了，大师傅呀。今天各位看官来到现场，刚才给你热烈的掌声鼓励，把自己掌握的就挺绝的东西，哎，这个独具匠心的东西给大家呈现，好不好？好。就是我自己编了一些动作吧。好。我现在展示一个就是转身接壶的动作。转身接壶是吧？对，转身接壶。我离你几米，我是安全的。你2米之外。好，这事儿你问清楚啊。来，转身接壶。好看，而且有大开大合。再来一个就是那个平手拈壶。平手，哎，就是个手，这个壶手这样撑着，那个壶在这里转。哦，在这儿转，是吧？哎，好的，几米这回？是2米，1米就可以了。好，来。哦，是，啊，看到了，它是在这儿，左手这么来转。再来一个太极拈壶。太极拈起来，就不用手抓它。太极什么？太极拈壶。太极连斧，反正就是这个动作啊！太极连斧，这个很厉害的。没事，我是关键听不懂，你知道吗？来，太极，来。所以说，各位，咱要到他那儿喝口茶容易吗？是不是？哈，几杯。那么说到这一点，那一般情况下，茶楼用的这个茶杯、茶碗啊，它都是阔口的，对不对？对。那今天可不可以挑战一点难度？就往往直径小一点的东西里面。可以拿一个瓶子吧。瓶子也有大有小。玻璃瓶吧。玻璃瓶就行。玻璃瓶吧。就正常的玻璃瓶。你能准到什么地步？我得把调酒的跟茶叶融合起来。 哦，把调酒的技术跟茶艺融合起来啊！这个动作没表现过，我也不知道能不能成功。没在公开环境表现。没有，因为我你胆儿挺大呀。因为中央电视台很难得来一次嘛，抓住机会。因为我这个其实也练了很久了。但是不敢保证会不会成功。就不知道。一片诚意带给大家，来掌声鼓励吧！我们希望他能成功。因为这个是玻璃瓶，玻璃瓶掉地上容易碎。哎，所以我也紧张。没问题，我们有好多玻璃瓶，问题不大。好嘞。 成功了，祝贺你！哎，真好，真好。今天你希望你是渐入佳境啊。好，来，这次到《非常6+1》培训的过程，你觉得最难的地方在哪儿啊？《非常6+1》培训啊。嗯。其实高博老师啊，我想说一下，我真的没有，我真的没有办法去培训他。对，我就想问他这个问题。你说你俩真是隔行如隔山，你只能以刚才那个节目的形式来支援他。是的。那有没有仔细？ 想一想，这样一个徒弟，怎么样给他力道呢？于老师，其实真的是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他真是小龙，这么多的时间去磨砺自己，很不容易到今天这种程度。老师他唱歌有节拍，包括表演才艺，我也希望有节拍、有节奏在里边。 所以在老师那里听他的歌，也能学到东西。没错，没错。嗯。而现在呢，此时此刻，在最紧要的关头，来，于老师，请给出你的指导意见。阴柔刚济，我觉得就是阴柔并存嘛，我觉得可能会更好，给大家展示一面更美的一面。我觉得可能要是有几个女孩子来配合他这一个舞蹈，可能会更美。你还嫌他不够幸福呢？台下好多姑娘看他眼睛都直，太帅了。伴舞有的是，来，舞蹈团的各位。 就说真心话啊，就给你配，你后面看，我们有4个舞者，你会觉得压力更大呢，还是更好发挥呢？他们就别离我太近就可以了。还在这样的，来听我口令，各位上前5步走，都在旁边来，来再近点，再近点，哎，现在心里什么感觉？害怕，都痒几位辛苦了。 几位辛苦了，这是我们的舞者，他们每次跟我一块来完成开场舞蹈的。下面呢，他们来伴随着你，共同来完成这一个下面的这个节目。好，曲目报一下是什么内容？我也不知道。今天好，反正曲目呢他也不知道，好吧？尽量呢别离他太近，要不然他紧张， 好不好？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来吧，掌声鼓励。好了，即将登场的是我们本场的最后一位选手王庆辉，掌声鼓励。来，我们首先来听听汪正正第一印象的点评。歌曲非常熟，非常熟，而且也非常经典。哎，你的演唱呢也非常的成熟，而且呢声音呢也非常的饱满，而且你驾驭这首歌的能力呢，还有你对这首歌的理解，都非常准确。谢谢老师。很不错，整体感特别这个漂亮，非常好。好，谢谢。谢谢老师。来吧，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好的。两位导师好，主持人好，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王庆辉，来自美丽的槟城哈尔滨。哎，一般情况下是不是说话的时候容易让人紧张啊？唱歌就不会紧张了？会。也会。会。咱们试验一把吧。你会唱的歌多吗？我会唱的歌也很多。你这样，我负责说话，你负责唱歌，我们俩来对话。大家要不要看这个？掌声鼓励一下他，好吧？我们来一个比较特别的对话。即兴的啊，欢迎来到6+1，你好啊，从哪儿来的呀？从哪儿来的？我生在一个小山村，那里有我的父老乡亲，骨子里长满故事，爱笑中埋着乡音。从村里来的。我俩一个屯子，我俩从小青梅竹马啊！来了，来了以后就跟大家打个招呼呗，打个招呼。掌声响起来，我心中明白，歌声教会你我的爱。你们真听话，让拍就拍。对面呢就是袁华、汪正正二位指导嘉宾啊，形容一下他们这二位，俩人都得带上啊。这难，我跟你讲，他又不能得罪你们，看看，想一想，这难了，掌声鼓励一下。我是真没想到二位还有这么一段孽缘呐！来吧，不理他们，来咱俩台上好好聊会儿吧。咱俩聊点什么呢？聊什么？你也说聊斋，我也说聊斋，喜怒哀乐一起那个走到那梦中来。这是我的专利，我跟你讲，不错，光聊不行，聊大家都这么好，你聊斋说来说去不行，咱们干点别的，我能帮你点什么呢？力所能及的。你挑着担，你牵着马。走晚霞。搞了大半天一个人的《西游记》，我跟你讲，那我怎么就这么苦呢？小白菜呀，地里黄啊，2、3岁呀，没了娘啊。你这人就没法，跟他聊天，我跟你讲，没法跟他聊天，我就不相信了。在培训过程当中，他也这么对他的老师。来吧，导播切，看看培训发生了什么。于老师您好，你好，我是来自那个哈尔滨的选手，我叫王庆辉，非常高兴那个剧组安排您做我的导师，真的非常幸运，因为我特别喜欢您。哎呀，您挺好的，看你这个身材啊、形象都挺好的，就是对我来说一直困扰已久的一个坏毛病，就是我特别愿意忘词儿，不管是熟悉的歌曲还是陌生的歌曲，都是忘词儿是吧？对对。那你忘到什么程度？头脑一片空白，就忘了下一句是什么词儿。但是我有个习惯呢，就是还可以编词儿。你先唱一唱我听听行吗？你唱哪个歌？哦，我唱那首《在希望的田野上》。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炊烟在心间的竹房上飘荡，小河在美丽的村庄旁流淌，老人们举杯。又串了是吧？你一定要好好去背词儿。嗯，实际如果你要觉得你这是个毛病的话，我倒是建议你，你可以每天去朗诵。多诵几遍，多念几遍，多读几遍，多记几遍。实在不行了，你哪怕你抄几遍。你现在有的时候在想，我们的家乡，就觉得你眼睛在想，声音在想词儿，就说明你词很生，你不熟。嗯。你想，你眼睛自然就会就出神了，就是我说的出神就出去了。那好，我就不给你一个作业，你必须得把这个词，把这首歌的词，人家说一句，你要第二句、第三句能想到。你一定要背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如果你要背不下来，那对不起，现场你就别唱了，我会检查作业的。哦，好的，非常严厉的老师，我会努力的。老师，谢谢老师。在希望的田野上，炊烟在心间的竹房上飘荡，生活在人民的劳动中激扬，几村芳华，那个孩子们欢笑，小伙游弹琴，姑娘歌唱。让我逮着小尾巴了吗？原来忘词儿。我说刚才在跟我对词儿的时候，一句歌最多唱2句，那后面他全忘了，对不对？有这个习惯。老师布置的功课怎么样？在希望的田野上。努力的背词儿啊，特别刻苦。关键是一定得专心，尤其开唱之前心无杂念。我再帮你一下吧，歌词带。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聊斋上。啊，记清楚了吗？愁啊愁啊愁啊！这个困难只有他自己知道。于老师马上就登台，那曲目呢？刚才已经曝光了，在希望的田野上。我知道你在当着他的面小片里头给他压力。你记不住，你就甭上台。可是现在你也替他担心吧？是的。那怎么办呢？有没有解决之道呢？我们看一眼，你看看这个老师，来，我们掌声先响起来，用心良苦啊！这是我的导师。这个说护犊子没这么护犊子的是吗？给大家讲讲，那都是什么呀？有笛子，有。其实这个就代表高粱吧啊，记着这麦穗儿。那老人们举杯的时候，那肯定这个有点小。哦，就真有杯子。一定要注意梳妆。这个方法好吗？哎，你说这节目录的，人家其他节目那老师评委坐在下面都是举牌打分，咱们这儿举牌提词儿。哎，希望能够起到效果，来吧！希望的田野上，不要忘词儿，掌声鼓励。才好像没忘词吧？但是没错词儿。没错词儿，错没错？得了，你也不知道词儿是什么，没错。来，我们请上我们的小龙，曾小龙。 刚才于文华也太可爱了呢，蹭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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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你是尽力了，力保两位徒弟刚才在舞台上的呈现，但是现在到了那个节节点，让人十分纠结的节节点。指导嘉宾于文华必须亲手决定留下哪一位继续比赛。今天小龙表现得很好，就刚才你自己说的，除了洒了那么一点点水以外，真的是很美。你展现给大家的没有别的，就是一个美感。 而且我觉得有个并列好就好，不是说因为是我知道，我就觉得他们两个组合起来可能会更好，所以最好是能并列，对吧？哎，不行。是这样的，我们为什么在第一环节会用到我们两个指导嘉宾自己来决定谁去谁留呢？我们也是希望我们指导嘉宾自己的艺术领悟和判断能力能够在这里起到第一步的这个筛选的作用。 但是具体到这两位选手，我们提不到这个词。所谓孰优孰劣是筛选，真的不具可比性。那这时候就看谁更加打动，我们指导老师的心。一个是打动，真正打动你的是哪一位？请留他。是这样的，两个都很打动，真的是都很打动。但是还有一点，除了打动以外，我还得要考虑到往下边的比拼。没错，这是专业的考量。所以我就想呢，小龙啊。 我考虑来考虑去，颠倒过来颠倒过去，这样吧，你把这个机会让给妹妹吧。太好了。好吗？好。你瞧。你现在听他讲，他一会儿指不定怎么拍。我们发现过这样的，说的跟拍的不一样。好，现在于文华，请将双手就位，决定留下谁，请点亮他的灯光。 掌声祝贺4号王庆辉成功晋级，祝贺！好，场下休息。毕竟这个6+1的舞台上，它有它特定的这个规则。那此刻，请允许我把代表你归属身份的蓝色的丝带解下来，交还给你的指导老师。你看他的表情，好舍不得呀！哈哈哈。 啊，没有办法，这就是比赛，这也是比赛最残酷的地方，也是咱比赛最有魅力的地方。因为选手就是经过这样一个环节一个环节的历练，才能把更精致的作品呈现在舞台上。还是那句话，各位收回情绪。本场非常6+1决赛就在此刻，对决的双方一位来，首先我们掌声请上红队的胜出者吴晓彤。都很厉害，都很厉害。1号、4号，究竟谁能够成为我们本场的非常明星呢？决定权在现场每一位观众的手中。投票标准非常简单，谁在刚才最后的舞台呈现当中真正打动了你，你觉得好看，这一票就投给他。动手吧！ 究竟本场的非常明星是谁呢？谢谢各位审慎的投票。刚才你都投给谁了？告诉我。谢谢，知道了。本场非常6+1非常明星的得主，他就是。 掌声祝贺4号王庆辉啊！谢谢。再次感谢现场观众的热情，感谢电视机前您的陪伴。本场6+1就是这样，保持好心情，下周再见。